Hello， 我是俊杰。今天录这个影片的目的呢，是因为这个瓜台湾仔，他从台湾回来了，然后过隔天1月12号又是朱乐豪的生日，所以的话我就打算录一个 vlog。 我提早会回新山，我就把台湾仔再去新山，然后一起庆祝生日。所以我现在要去载台湾仔先，台湾仔等我，拜拜，我们下个画面见。我们台湾仔 ，Hello， 走了。台湾仔还不属于台湾仔，走。可以，我们一起住，所以我才录了。OK 啊，想念我吗？不想念，我不想再废话哦。谢老板，你还没生日，你明天才生日，我还笑笑，不接，好色笑笑。人生中第一次在新山住酒店。他刚废呀，新山住酒店真的。新山明明有家。哦对啊。我学校明明在旁边的呀，叫来住酒店。学校三位 college 就在旁边而已，然后我们在他旁边住酒店。哇，我真是一想一笔钱的。这样什么感受？啊？有点重了耶。简单给我们看看一下。免费的地方不要住。25，真的，20，快点，以后要关了。我先跟你砍价钱，20块，OK。哎呀！我等我二十一点。不要！我二十一点，快点！我的。我们从乙用跑去密维利亚，然后新成员是 A 用，是 A 用，是乙用。啊，讲英文啊，现在大声，下车。从新加坡出来了，然后呢？你好啊，我们这里发现了少了两个人，为什么少了两个人？来，你来解释。事情是这样的，还有两个呢，要头脑没有头脑，要身材没有身材，那两个呢？啊，一个叫朱乐豪 ，OK， 朱乐豪这个人呢，好酒最够力；一个叫永凯这个人呢，啊，他们两个呢，叫门不要重名，他们跑去他们的学校。
视线，视线。各位，我们给你开一个特殊场景。因为我们可以排队晚上坐那个位置喝，然后再排今天早上坐那个位置喝。他早上在那边开着窗在那边喝酒，因为他最只喝两罐。好了吧？打理工，打招呼。Jordan， 好。Ben Jordan， hello。八家 ，hello。Nice， 大请。是二位。然后我们去那一车 The Toast The Toast 248 248 我都会了 OK 拜拜再见等凯文冲你我要冲还没有冲啊没有冲大家要叫我冲我们是提前加我们提前准备冲凉我准备冲凉打给我还有我急干忙啊然后大便学大两下而已啊啊你等等给大爷 OK 加见加见不要废话了拜拜你什么嘿我妈跟我讲这东西不拿白不拿不拿白不拿那个电话我们最后决定不看电影，因为太迟了。我们去买衣服先。消费多少？消费多少？两百多。消费多少？两百多。你先开啊，两百多。两百多。来，你消费多少？多少？3288。差不多吗？你哦，不要啦，你很少吧？不要拍。喂。你哦，你通了。对不起。哈我累啊，现在到你累啊，会穿吧？累么累？很不累啊。大家到你姐啊。吃饭，吃饭，发哥，发哥，发哥。嗨，神。他在那边笑，我就笑了。哎、欸，这他们，我第一次看过寄生日记嘛，叫别人买蛋糕的。我等着你。哎，你去买啊。巧克力味的。我们要问你什么？你好，你好，圣女蛋糕哎。他们家没有钱买。凯文哦，凯文。巧克力味的。哦不，凯文家还有巧克力味啊。不要有气啥？好，今年又不要有气啥。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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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干去玩，妈妈蛋吃完东西，现在已经1:52，等下下午3点我有做工，所以现在很累。这两天的 vlog 就到这里了，虽然讲这个 vlog 的片段有点断断续续的，但可以起码有记录到。晚安，他们还在玩。我干了，干了，讲拜拜。啊，讲拜拜，拜拜。你打讲拜拜。啊，讲拜拜。讲吗？讲拜拜。拜拜。不用太讲拜拜。拜拜。OK， 还有一个在吃屎，算了，拜拜。拜拜，晚安。哎、欸，不是在拍住，刘宪，刘宪，刘宪，哇，有很性感吗？王子手黑，哇，有很，刘宪，手黑，手黑，你控制下，哇，有。